来和丁真一起为纯恶劣儿童画笑容吧。你画我捐笑容长真 A 处公益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仅需简单几步就能助力纯恶劣儿童笑容长真。特别感谢好来品牌笑容大使丁真率先为纯恶劣儿童画了第57个笑容，你们也来爱心接力，和丁真一起为纯恶劣儿童筑起温暖的爱心笑容墙吧。笑容是最美好的语言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绽放健康自信的笑容，让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距离。和我一起加入好来笑容长真公益行动，让纯恶劣儿童也可以拥有健康自信的笑容，一起拥抱因笑容而来的美好。